台南市又搁增加一座公园，原本受限空气品质净化区规定多年，一直无法度开发的关田环保公园，经由市府甲地方民代奔波争取，终于伫个规定届满十年的期限了后，移交市府管理，并且伫2月15日隆重动土。哎，这个品质净化区吼，伊一定嘞吼，都要十单，哦，啊，都到1803年吼，这十单都要结束。啊，伫这个中间，咱咱的议员啊，两位，以及着咱这个地方的人士，大家都有咧建议讲，是毋是咱收得当啊？哦，啊，受到这个市长啊非常的这个支持呢，所以咱最近呢，伫旧年呢。开始呢，这个工业区、工业局方面呢，同意将这个这块公园的管理吼，交予咱市政府。我第一个感谢就是感谢咱的市长。那么，因为市长呢，今仔技术呢，对头到尾我讲啊，哪有破去吼，伊也讲一句我嘛无法度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阿哥也拍无一下无。那么，第二感谢就是咱的工业局，当初。喜欢方局长，我在议会一直在督促我们方局长，讲一定要将这块工业区的地吼来给清除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到最后还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是让咱达到目标。为落实一区一公园的政策，市府将关田环保公园规划为休闲运动公园，并且打造成作是台南景观绿美化的典范。伊就是敦亲睦邻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。关田区环保公园改善工程，动土意相同，台地平安，人情地国意相同，动土顺利，连续取得三相同，全工程圆满，气温充融。当然，我真欢喜啦，吼！啊，咱这个日定公园，咱要来动土哈。啊，你动土之前，我看到哇，边啊厝已经起起来咧。啊，里长嘛换人安尼吼，甲里长，甲里长恭喜啦吼。啊，这一间偌济啊？这厝一间偌济啊？200万的哦，你看有影？你看公园还袂起吼。厝人就你卖啊啦吼，所以迄拢内行开的，迄拢内行开的吼，真欢喜啦吼，真欢喜。啊，另外，头拄啊，咱苏局长甲大家讲吼，咱即几年来伫三门区所做的建设，吼，啊，我要讲一句话啦吼，就是讲，咱甲三门区做建设，这是应该啦，因为三门区吼，按这个总统选举、县市长选举，啊，甲立法委员选举、议员选举。拢上支持的啦吼，所以我用这个建设来回报咱三门区乡亲在中国时代的支持啦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赖市长讲，关田环保公园串联周边邻近资源，将各项资源归纳整合，做整体性的空间规划，达到绿化、美化、生态化的美丽愿景。